家整理一下台湾的文化资产法，精神是什么，然后它的法律的重要的部分是什么。那我们这个学期有两场相关的演讲，然后有两场是座谈的形式。今天是我们第一场座谈哈，那这个今天的座谈跟我们另外一场演讲、另一场座谈，都是文化资产法之下跟原住民相关的文化资产的登录上面的三个例子。那我们很幸运的可以在这个时间邀到鼓楼的几位代表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因为他们愿意来，我们才敢办哈。那因为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都看到了鼓楼这个事情。是比较有一些争议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原来文化资产法的立意是好的，2005年通过。我们说文化资产法里面有无形资产、无形文化资产、有形文化资产。那五年计适用在无形文化资产里面的有一个民俗这一个类别，民俗下面有三，还有分三个部分哈，节庆、信仰跟一个还有什么？节庆、信仰风俗哈。那所以鼓楼五年祭有一项鼓楼五年祭有名的地方，就是它从来没有断过。当然我们仔细看历史，在42年迁征之后，是有一年因为刚搬家很辛苦被暂停哈，后来53年又续办。然后就是刚刚也是几位朋友提醒我，3或8结束的这个年度都是鼓楼办五年祭的时间哈。那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日本时代不同的时代，市场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力量都让一些传统祭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鼓楼五年祭可以持续到这个地步是相当惊人的啊。那目前在因为文字法之下有这样的一个登录，做了登录了哈，变成国家的一个文化保存的一个对象，那在部落造成了一些困扰。这个鼓楼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可是比较明显，因为它的问题这么明显，反而让大家回头来看说文字法出了什么问题。文字法的立法法条本身的包含刚刚像说民俗，就所以有些讨论说是不是跟不适合原住民的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的说他在申请登录的过程当中，这个程序是不是有些问题。好，那这个程序是不是应该怎么样修正。实际上这个议题因为从去年底开始到现在哈，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今天希望的做法是，我们希望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可以再深入的一点讨论哈，然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参与程度的人可以有一些多一点的交流，让这个事情可以继续往前推。我们比较清楚可以说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做比较好。那我想我开始介绍几位之前哈，我们先回到五年祭台湾族的神话里面，五年祭创始的那个心情、那个状态哈。我们就请我们这边最年长的一位郭先生帮我们讲几句话。農家庭に過ごす部分と坂田を逆を味わう逆ことの会は、ふっぱたけ実践のマパリシアの2点。啊，我们原住民的习俗就是大家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先拜我们当地的这个祖灵。我们那边能不能拿起石油？你们在台湖古道，咱们那边是今年江南那么不热啥？啊，这里开的娃娃娃都少，江南马拉松，江南湖南那么我看的是开的娃娃娃，这看努力那是江南去规模啥？山路土路一条也跑出来是吧？卡啊，卡古达，啥跑长毛我，跑这些些山啊山啊山，但是说呢，卡古达那马路，哎，去跑山林，咱们那边不不啥？我讲我们那边那气象，山路土路土路。啊，祈求我们在地的祖灵哈、哦，能够与我们同在，然后协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文化哈、哦，能够在就透过大家的这个座谈会的这个功能哈、哦，把它健全化啊，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哈、哦，就传递给我们的文化部。好，谢谢。那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个。
किसी नाम की मोची करते जो सु पता नहीं कुछ किन्हों का ना आएगा तो जो तुम परिशिष्ट में पका साना है जब तू ये जो अगर शिष्य नहीं है शिष्य तब तभी जाना तो बोल हाँ सेशन हाँ बांग वो बोलूँ तो हाँ तो那刚刚简单的说一下文字法的所造成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施行的状态，那现在是我们跟中央部分跟地方部分哈，我看到胡太医老师这边他是有参加过一些应该是圆明台的一些讨论哈，所以也许等一下法律或者一些施行的办法，我们可以由大家来帮忙补充。我的着眼点是说，我们的题目用的是从部落的市到国家的市哈。 所以这个文字法出来，当然是因为国家有了一个法律上有了一个不同的，有一个不同，有一个新的法律，然后有一些施行办法，有一个执行的过程，在这边出现了一些跟部落现况不太一致的部分哈。那可是也不会是每一个部落都有相似的这种处境。那我相反的，我后来看的是，鼓楼为什么能够说我们现在所知道鼓楼跟土坂是两个少见的。 五年期可以持续到这个地步，我们说外面社会改变了这么大，大家都知道，殖民政府不管日本还是英国，都做了许多，有许多政策，不管是推动，武力上的征服，或者说经济上面的一个资本主义化，或者基督宗教进入，有许多的挑战，那这两个部落可以长久的维持五年期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反过来是要想着说。 鼓楼以鼓楼来讲，鼓楼是要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能力，可以面对这么多外面不同的挑战？我们讲，我们今天比较集中讲政府，政府有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政策，不鼓励，啊，它讲究的平地化、现代化等等，不鼓励传统性与记忆的维持，啊，实际上很多部落也就很难以为继，哈，鼓楼是。 作为一个其实是个很特别的例子，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哈？那以我所熟悉的内文来说，内文在1934年的时候，他的当时留下的文字里面，已经是同牧跟平民在用唱课的方式在问答，说我们还要办五年祭啊，我们不应该办了嘛？因为好像就是吃吃喝喝、唱歌跳舞，好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那平民就说：“我为什么应该办？因为这是祖先一直做的事情。”老人家告诉我们做的事，以前办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办呢？很多类似的，这种考虑，1934年这个问题就出现，就外面的政府一直在挑战，那为什么要办？那所以我们看啊，然后包括1934年内文社的五年期，他为了配合日本警察能够出席的时间，他更改了他五年期传统的时间。 那为什么警察需要出席？因为警察希望可以在他们的督导之下，这事情平安的进行。好，所以他有个治安维持治安的一个考虑。政府无所不在，政府从来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可是鼓楼五年期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的能力、特别的眼光，让鼓楼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哈。 那包括今天跟几位谈话的时候也听说，宣政之后面对非常多的冲击，42年迁村，53年停了一年，然后停了一次，然后53年持续办理五年期。可是，在办第一次，这个就是大家现在知道，我们今年是第11届哈，所以53年是第一届，第一届五年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我们有一次，这只是我偶然知道的几个例子哈。那第一届里面。 当时的头目，这位头目，有人就其实是某一些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说，鼓楼人要办五年祭了，五年祭会要杀人头，好，所以就去经过教会系统去让地方的治安机关知道，所以这头目就被叫到，听说是叫到这个地检署，反正就是司法机关司法单位里面去。 后来头目就是跟他说，我们不会杀人的，我们没有杀人这个事情。好，我们就是五年祭是跟祖先侣这个盟约的。那后来是靠当时的乡长去保，是说我们他们确实哈、啊、
我老五年级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才回到村庄里面，回到部落里面去办了这个祭礼。好，这个那他为了等于认可或者说感谢乡长的介入，一个正面的介入，他给了乡长一支祭杆，这支祭杆是上面有百步蛇的。那第二届五年后，第二届的五年届的时候，这支旗杆取消，因为大家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就说哦怎么，因为好像行政系统的人进来了，觉得这个事情并不妥当。好，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听到一些零星的故事，也许大家待会可以补充。我举这个例子，我自己不是做古楼研究的哈，不太理老师是哈，那我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说。部落能够持续做这个事情不容易，然后一直面对不同的地方层级的政府，或者县啊，或者中央层级的政府，有很多因应的方式，所以到今天还能继续办五年级。好，所以同样的文字法也是一个新的条件，也许有利也许不利，那怎么样因应？我相信鼓楼可以一关过一关了、啊、一关难关关难过关关过哈。那这一关当然眼前还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时刻了，那我就先讲到这边哈。所以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想就是希望是比较从的说外界政府如何试图影响，然后鼓楼人怎么样因应哈，所以可以做到现在。那我们的发言顺序，我想请第一位是请老人家讲郭宣传先生啊，他帮我们谈一谈他今年82岁嘛，帮我们介绍一下他所经历的，从日本时代他的小孩子的阶段，他所知道的五年级到迁村之后那时候那么辛苦，然后到大概第八届，然后好像第八届或第九届之后到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气氛。好，就帮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就请他的村里面大家叫他老村长，我是不太敢叫他老村长，我直接说郭村长哈。郭村长办了一个部落文化教育学会，同时也是鼓楼五年级的去申请登录的单位，也是目前的执行单位、管理单位、保存单位跟管理单位哈。那所以那郭村长在担任村长是1998年，然后在1999年开始这一届的五年级就开始他有。学习非常多，听他说参加57场的讨论各种啊，然后到第九届、第十届，好、啊、就是担任村长的时候有很多的参与了非常多，然后后来成立这个这个学会，然后目前是一个保存单位，也是目前这个整个争议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一个背景原因哈、啊。那所以这样，然后我们再请这是给令家族的当家头目哈。啊也是给令人文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就请钟文元先生帮我们就谈谈看他的接触，2009年开始有一些接触到现在，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一个理想的或者一个大家观念上觉得一个传统的五年级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参与的上一次2009年跟目前的情况大概是一样哈。那再来是我们就请副处长，曾副处长，这个屏东文化处的副处长，也是负责这个之间大家有些不同意见，负责曾经参与协调，是你们的业务也帮忙参与协调哈。所以副长可能看，也许法规面或者说协调的过程症结在哪里，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请我们的年轻人哈，所以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在这边哈，请我们的年轻一代来说说看。他对于五年级的看法，然后对于五年级办理的这种形式、这种组织的转变，他的看法是什么？然后部落，2014年，现在我们说第十一届，一定还有12届，我们希望还有12届，无限的这样的延展下去哈，可以一直发展下去。年轻一代的人是，他参与部落，之前负责鼓楼的部落厨房，现在慈亮那边跟我希望多点时间，兼在这个。给定他参与的给定文化协会、人文协会的总干事哈，是总干事的工作，所以他希望多一点时间做给定人文协会的事情，所以希望后面有越来越多的大家对于过往的文化怎么样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能够延续下去哈。
那年轻的一代的意见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会先依轮照这个顺序，我们先发言，之后我们再看，也许就是我会看大家的发言情况，让彼此在交互的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会开放给各位。那我们就先由。 马德福就是连所谓的五年级哈，但是在我后面的翻译哈，这个五年级这三个字我不会出现了哈，因为五年级这三个字哈是对我们这个祭典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啊，哦，因为这个五年级是一点元住民元素都没有，只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表态而已，哦，刚刚我们这个吉拉他是说哦，我们马德福哦，他从日据时期他就看到了，一直到最近几年啊，他都有参与。 我们古罗系统的这个马德福啊，马德福祭典哈，从盘古开天开始，我们的经文完全都是耶林系统的。换句话说，如果说有别的部落啊办类似的马德福啊，都是剽窃啊，都是在盗用我们耶林家族的这个经文啊。以上，谢谢。 在古罗时期的时候，那个我们市球场是非常应该是不会很大，但是经过日据时期的这个协助改善的话，那个机场啊就。 规模就会比较大一点了。那我们当时在旧古罗的这个祭场是透过部落所谓的青年服务队的这个全员动员的这个协助。 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机场。各位不用怀疑啊，虽然说他年纪已经大了，但是还有比他更长的哈，那个年纪比他更年长的，现在还活在世上哈。 那个这些传说故事也好，或者是事实的那个叙述也好啊，那个我们部落里面还有一个比他更年长，95岁，98岁，98，去年95嘛。好，好像报一些那些老板的，报
वसानितान आत्मा आजा बात्यार प्रस्कुन्दा दो इता गाव इता जमन इता जमन इता जमन या इता चगराउस इता जमन वशी ककुन्दा दो वरबत स्वाती ते चलो तो ते लिपाची आने बाद बुके मजा ले रहा हूँ अब आना जो पता की अब आना जो ने कपूर तो का बाद बुका स्कूल दो हाँ वो हम कोलोसी के ये के मार्च फंक जी ये हो चों कैसे तो डॉ डॉ 所谓的第八届哈都是一个一个神助啊我们叫做 limit 啊还有一个叫做 jagaraus 是那个祭杆啊的一个代号那从开始一直到第八届啊都是啊就是各一个没有其他的那大哥阿若高你跟着是不是帮忙的不干嘛跟着啊你是帮忙的不反正我说地下只能跟着端着门是看着上面的人叫什么信息吗자아저자가나오셨다저희에또하랴아자지가니를시원루샹아자저바나루티타저가타루마라다만와사디타다난니가나루민카스니아리샤저미자차이빌리니가나다민카사라다루아차이빌리니기리사룸치기리아쿠치나자사다쿠리노쿠만아이난세카메마디아마라다사이루샹아리아아자자가나오스루샹아리아바아아저미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从上一届上一届的马六甲祭典的时候吉鲁干家族他们就从旧普罗那边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食神柱迁移就是迁移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古罗社区那就变成说现在的祭场就有两个所谓的 limit 还有 agaraus 就变成两组但是是一个祭场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出现至于经文的话当然还是没有变都是别的系统的经文在一直在对我们的灵媒所沿用아야자실그스카나샤샤르가아진그스카니샤샤르나섬그스카가나다사빌라나나아바아나바아나아진그스카니샤샤르가수수지린도아바나조아아유가소所以二十一号，阿扎利亚兄弟，我第三句话，第四章咱们就读，第八章多少是个大困难，啊，不，这个这个，这法律学的现在，从各省第三十六个，民国四十几年，所以二十一号，各省各省第三十六多少啊，多少啊，我感觉法律学的现在没有了。在民国四十七年的十月二十一号的时候我的老婆也就是吴开花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家的这个你们说是头目了事实上头目是匪类之首我们通常这个当家的我们平东县部落大学校长他是说就干脆用王族两个字了那这个头目我们真的也是不大喜欢听到了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当家的不是匪类之首那就是从民国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村长就特别交代我的老婆吴开花女士就我们所谓的整个整就是把我们那个limit 就那个祖灵屋啦祖灵坛就是成立那个祖灵坛的日期就在四十七年的十月二十一号那个是由村长当时的村长授权
好，47年10月22号的时候，我们就到所谓的祖灵屋那边做祭拜的一个仪式。 第三天，也就是47年10月23号，我们整个部落就是牵一条绳子，那这个绳子是从我们的。 所看到的这个旭日东升的地方哈，一直牵到这个西边哈，这条绳子，那么这条绳子的绳子它的作用就是在庇护我们的部落。那在23、24号的时候。 我们又成立一个叫所谓的巴拉鲁夫，那么这个巴拉鲁夫的用意啊，就是说每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小米收获季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勒夫也好，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应该算是祈福的一个地方，类似神坛那种祭坛那种那个样子。 一直延续到今天，希望一直延续到以后都是这个样子。是啊，谢谢。 那其实刚刚米青提到过哈，这个部落为什么现在出现两个人们，两个扎嘎拉的现象啊，是从89年的10月。89年的时候。他这边是写89了。 就是从89年的12月12号开始出现两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打破过去的这个一个食神柱，然后一个那个扎嘎拉的一个一贯的这个风俗被打破了。 Aikapapu kapalisian sa tisa naman. Ay tiyan na tiyan mo dyan na kamuli.
Kamu apa kita dalam muncar dalam nada giri, ya kita suami muncar dalam nada giri. Timunangan ya kita ada, ya kita ayam sakit cepat cepat cawangi, sakit kita orang sakit sakit jingga. Pada kasih kita orang yang maju, ayah sa, aku masih jawab nama buruburan yang pada pas kita jawab. Pas sanya. Aku sepatutnya sebagai kelas mata pas sanya. Itu sosi. 1995年，口误了哈。那么我们这个马德堡的记忆哈，刚刚讲过了，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被打破哈。那在93年第九届的这个马德堡的记忆的时候哈，也跟着。 出现这个算是骨牌效应了哈、哦、啊，因为变成两个那么的两个在俄罗斯的状况之下哈、哦、啊，那么有一些应该有的这个祭纲哈、哦、啊被就因为这样哈、哦、不是无缘无故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哈、哦、啊就被取消掉了。那么对于 我们叶里家族来讲，也还有那个哈姆吉家族来讲，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哎呀，阿爸，阿爸，那个，我始终阿冇问到这个，平常时候在做做，你们吃啊，做路上干，你们那路上干，这个，我始终阿冇问到，干嘛路上干，干嘛，我始终阿冇问到，干嘛路上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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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保持这么久的这个传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哈、哦，那弄得我们这个就是上一届啊，一直到这一届，尤其是这一届的这个情形哈、哦，这个应该可以说是用这个闹哄哄这三个字去把它代表。Tinggal pas saling tos kuda jauh kata, awal ada orang pasal sekat-sekat tu, cuara yang apa aku jodoh di sana cuma, ya cuara yang apa parisi, apa nak jodoh nama tak jua, apa nak jodoh aku pasal itu tu, jadi kat dia mana lagi ni, kata, kamu mana lagi ni, kan pasal itu ya, anuman yang pasal itu kita pernah jodoh semua jua, pangsi si ceraman, kita kau mang, kita kita bilang macam mana jodoh, uka uka kamu raya, anuman yang kau, anuman yang pasal itu pisau tu jua. Oh, lihat terus. Rumah terus. Di Taiwan tu yang terkenal dengan ini, pengusaha, mereka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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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林家族系统里面的一支，阿莫里家族哦，他们向我们耶林家族这边表态说，那我们这个系统的人马，包括山川领域就依靠耶林家族这边，那我们身为这个当家的，当然。我们不能拒绝这个家族当家的，本来就是有这个义务，包括部落里面的这个婚丧喜庆，
可以说都是当家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的族民，我们的人民啊，有事求救于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不能拒绝，所以我们呢就接受了这个哈木里家族的这个请求，加入我们的这个系统。那但是这个动作呢就引发这个龙马兰家族、吉勒布干家族的这个不满，认为我们是在违反，不晓得是违反什么。事实上如果说是真的说要说违反的话哦，那应该是那个唆使取消我们祭杆的那个人才是违反我们的这个传统。所以如果说硬要把这个罪加给我们列宁家族系统的话我们是觉得很不甘。那如果说这个教育文化学会一直就是坚持要把我们排除在这个祭典的这个场合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现象会出现，就是我们家族虽然没有参加，但是这个祭仪所使用的就是灵媒他们所使用的这个经文都是我们列宁家族系统的这个经文。换句话说，我们还是没有脱离，因为毕竟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列宁家族的。如果说他们要把我们排除在外的话，那你们倒不如你们自己在另外造歌造词作为您的经文不然的话你们还是在用我们列宁家族的经文。好，谢谢。我们谢谢郭老先生的发言哈。那这中间我们就听的跟我们的标题好像一下有点拉不起来哈。我们现在发现其实是家族的一些情况，可是这个家族的关系我们回头看文献的话，其实原来这边的主要家族也有很多个，然后不同时期的关系也一直有一些变化。那当然是因为现在这个法律的提供了一个新的限制或者是机会，使得家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调整。那在这个关键时间点里面，当然就是部落教育文化学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就接着请前任村长，是从1998年到2006年担任村长，然后也是从1999年的5年这个 Malava 开始有非常深的接触，那到现在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就请郭村长啊。各位长官各位先进大家平安，大家好。真的要回谈谈五年祭，不是我这个身份来诉说。刚才我舅舅所谈的过去的开始跟这个五年祭的缘由了哈，我不做评论，因为我的身份不适当。我的意思是讲说，对祭典的文物人士，
这个让适当的人来做论述。我的意思就是像那个神柱的部分，那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进供奉，只有祭司普林奥，只有祭司普林奥才可以供奉那个神柱，其他的我们不适当去供奉那个不管是金字干或者是新巴万的那个神柱，包括那个地图我们也不能去摸，也不能去看色，这个是我的看见，所以我不适合也不适当说那应该怎么办怎么办，那个很可惜，在这里请各位多多包容。至于这个五年祭在这个遗体上的话，就是有什么变化，政府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了解。当你看媒体，不管是圣诞节，不管是什么活动啊，不管是民主意识，不管是什么形态，政府公部门总是会讲台币可以，为什么屏东不行？你乌来可以啊，你们来意为什么不行？市场拿这种果陀产，市场拿这种品皮来跟部落的族人来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祭典这个活动要用表决的模式，要用投票来决定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人来做。有一句话说有一个标题我是常来鼓励我自己，如果你要传承部落族群生命，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族，不一样的人群，就有不一样的生命。怎么又来？他是觉得你的嗓门够大了。有不一样的族，有不一样的群众，就有不一样的生命。因为在原住民的过去，头目他是怎么在自治区怎么经营他的族人，猎人有猎人的规范，农人有农人的规范，办祭典的家族是办祭典的，他不会用表决，也不会用轮班，也不会用来投票，他有专门适当的身份，专门服侍。普林奥是实系的，是传承的。这个现在的族其实当他年纪或者各方面有些条件的话，他必须要赶快去训练后代，要继承的这个说学徒也可以，或者说他的学士门生。普林奥是这样的，不能用投票的，哪一个人来对的，那个不是。这个老师他应该有什么职分，继承的学生跟这个学习的这个学生都是在那个范围，不会改变。马来呢是每五年选一次来配合我们这个普林奥来完成他应该有的服侍跟他的任务。可是在公部门他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像时间，如果你们记得我们的五年级为什么是在10月25号，多离不开25号。在早期我们国民政府只有光复节才有经费，其他没有经费。我们以前办五年级的时候，早上第一天要去吃呼球，吃完了呼球要到乡公所集合。国小那个时候还没有国中，就是国小青年部队什么福利会要在乡公所集合，要在部落里面造势造型。中午回来的时候，服务站还有没那个拜馒头可以。为什么那个日子要凭他们的？这个资源是他们给我们的。公部门会在讲说，时间要听我的，地点要听我的，过程要听我的。这个就是公部门对部落的祭典的一个影响力。还有，你看我们现在不只是我们原住民的五年祭，包括不管是进香啊、进庙啊、造势、白浪的、听教会的哦。政治人物当资源一进来，他一定会把手也伸进来，包括传道人的牧师，有的时候你应该帮我讲几句话。这个就是政治人物介入，不管是部落、是组织、是教会、是庙宇，这个所干涉的部分大概就是在这里。有什么变化？就是慢慢的就会变成依赖，没有资源，没有便当，没有乐队，没有灯光，所以还是要听他们的，多少也要听一点嘛。好了，就把时间他跟他配合，好了，地点就跟他配合，就是这样，慢慢这个就会变化，会变谈话。真正主导者那个家族，他就会慢慢被这些会所取代。
我在台北生活大概将近二十几年，当我回到乡下的时候，我第一个所看得到的是安上寺烧香小米纸，可是我所看见的烧的纸烧的量烧的人烧的事情都不对，为什么还要烧？原住民不是一个很单纯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习俗，办得又严肃又隆重就好了。我办部落文化促进会，我办部落教育文化协会的目的就是我要跟部落一起生活，把那个好的储存起来，把那个来发扬光大。虽然现在的大环境跟现实虽然有所冲突，可是最起码你那个根部，最起码你那个心力还保留着。我是原住民，我们办丧事是这样办，我们办喜事是这样办，不要喜欢那些几套不知道的东西。一进来一进来，看到最后，我在万华待十三年，用闽南人的习俗我看的最多。我是生者人员，宗教应该怎么办？我知道，我神学院毕业还是第一名。所以从这个部分我就讲说，原住民不要学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由我们这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现在，没有警察，也没有理事长，也没有村长，为什么那么好，那么可爱，那么可亲？就是他那个还有在里面的那个精神生活，还有他里面还有他那个内涵在里面。所以没有钱也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可是办人我尊重你，你尊重我。还有一个，我对宗教信仰，我的意思五个手指头不一样长，可是都是往内弯，用宗教的俗语都是爱。那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只要就你个人、就你家庭、就你事业都是往好的方面，我们就尽量尊重、尽量鼓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原住民族的信仰，五年祭也好、丰年祭也好，各家族，我刚才开始就讲，不一样的族、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生命，就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生活形态，才可以有部落的永续价值。要不然的话，一头不想一头，地瓜不想地瓜。现在最流行的什么花生，有没有花生？那你五年级没五年级的精神？我申请保存的目的很简单，那个时候我跟董牧讲，我提出向原民会申请经费的时候第九届，他就讲，哎，你上上个月在新竹就办了五年级，为什么现在又要办五年级？我说没有了，我们没有办过了。我的意思是讲说，五年级是一个很严肃特定的区块、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地方，这个才可以供奉五年祭，这个叫做人跟神跟祖灵的盟约。我们没有这个跟祖灵盟约，只有古灵奥，只有他们富士家族才可以跟神跟祖灵有盟约的条件，跟他的环境跟空间，其他的没有。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生来是人，原住民不是。像刺球，你有资格拿刺球杆吗？我现在广播不要我自己讲，那个是当家的，他们来认定你的资格，来认定你可以。我没有说给人教宗不参加那个教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也没有这个能耐。我们叫村长透过广播，有意愿的要参加的，现在要采竹竿，现在要在意什么东西，我们都用广播的，有意愿的把点种在我的国小集合。啊，这里我不做论断跟批评的这个部分。而这我们古罗部落跟社区多元的这个影响是这样的，过去从早期没有人，没有政治实体，没有政治的人物，也没有特定的人来对祭典的传承跟那个刚才我舅舅所讲的贾嘎老师跟人们就做一些定位的表白课或说明，或是外面所成就那双包，这个我们不主题，就我讲那个是他们组里那个区块的人来去主导，我们当村长当社区理事长没有感受那个的机会，因为你也没有机会插手，你也没有办法表态，那个是他们的事。可是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当一个族群办理他们的宗教信仰，把他们应该所供奉的石头或是说不管是圣经也好是祭坛也好，他要移到哪里，那个是他们决定，他们的会议决定所产生的东西，那个不一定要向外的人或是向匪大的人还请教还请示，那个不需要。
那个是他们家族侍奉这个是这个工作的人他们来做决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做说那个闹双胞了那个什么那个我不做批评，那个是有主导的家族有主导的人事事务他们来做说明。我们部落五罗还在那里，南河也是办这个五年祭，台东也是办这个五年祭，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故事有历史传说，我不做任何的批评。虽然五年祭的过程已经变了，可是在我第一任的村长的时候我成立了一个我们罗扣一下，那个是五年祭的精神，为什么要办五年祭，什么人办五年祭，在哪里办五年祭，它的过程从前一个月到一直到结束，那个都大历史就刻在那里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到那边去画一画擦一擦。欢迎各位去看看我们的罗扣一下。很多人有意见说为什么要用五年祭，我说别人没有的，只有果罗才有五年祭的传承精神。这个是什么？就是以大地共存，以人民分享，这个是原住民的一个对大地的认知，对族群的和谐，这是我要在这里口述。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问题，利用等一下的时间呢再做补充，谢谢。还说完刚刚就是郭村长的讨论方式哈，就是他带出来很清楚带出来他自己的角度。那至于家族的事情，他就他的说法是有适当的人，那他不是适当的人可以这样直接的参与来谈哈。也许待会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问，我看他什么是适当的人哈。那同学。主席，各位长官，各位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那么我不再重提哦，刚才我徐老金讲得很明白，一些问题。我重点是，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过去在外谋生。那么这个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我目前也是跟大家一样在学习当中，不过我一定会更努力，因为时时代在变化，实在是，这个无法去形容，谢谢。那么，可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马介邦的含义是什么？马介邦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日子，是对我们代表着我们祖灵过去对我们的。而且也是我们要请求很多祈福，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凤灵祭，这个马介邦，而且他我们也是要迎接祖灵到我们共享我们一年当中，所以第六年我们才会送他们回山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凤灵祭。可是现在这个马介邦，在我以中年人的感触，慢慢的有所变化，这是非常心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马介邦可以说是头目跟村民的工作，村民这个头目号召村民来办这个五年祭，所以这个流程。都是这样的过去的形式。那么现在重点就是刚才我们齐老，我还是要重提一下，从第九届一届到八届到了第九届改变了一切，所以这是非常心痛的事。我希望，因为我也看到我们处长在莅临副处长，我们真正的我很希望能够我们这个处长这边，严明处这边，文化处能够有切实的给我们一个，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政府是公平的，而不是草率把我们的严翠明神圣的这个凤年祭、这个五年祭当做一个儿戏，因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机会，如果看录音带，那种热闹、那种气氛，
这是很危险的。我讲个不好听的话，5年前连总统马英九要莅临都无法莅临，为了安全。所以说，我希望文化部这里当要处理事情的时候，能够对这个问题要非常不要造成我们百姓的困扰，这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因为以上哦，真的对不起各位同学，我一定会加紧努力的。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我很乐意再回到学校。那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哈，那我们再请，因为已经直接中间这边已经直接就是在跟文化处这边是有一些意见哈。那我想文化处参与协调也不止一次了，那就请政府处长和我们说说，提出一些。主席，还有我们部落的长老哈，还有我们各位学者、同学，大家晚安。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看到我们部落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一个征求哈，那当然牵涉刚才各位听到哈，是一个家族的有一些部分的纷争哈。但是从101年教育文化教育协会申请文化资产的一个登录的过程当中，因为文字法的行政作业程序并没有说开一个类似公听会啊，就是说他的申请文化资产保存在提报之后，整个现刊审议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叫做部落的公听会这样的程序。那相对的公部门的依照文化部所颁布的作业程序流程，它有一个作业执行手册。那我们的相关同仁就依照这手册来召开必要的审查跟现刊程序。那完成登录之后，但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前任村长啊，在整个文化资产的同古人记的本体精神跟他的文化价值的提认，其实还蛮完整啊。那但在审议会上的一个说明，他会受到评审委员的一个认同。那登录完成之后呢，在102年的10月份，慢慢酝酿的这样的纷争就炸开了。就是说同一个古老部落有两个头目，那这对文化资产的身份变成是一个他是我不是。那其中另一个乱源啊，我们说虽只是草意不叫乱源，然后可能在新闻有点不好。这种部门因为有补助经费，所以因为这补助经费呢，只认定有登录身份资格的团体、保存团体才能接受补助。也因为这样，因为教育协会优先登录完成了，那造成我们另外的部落头目在整个活动过程当中，感觉他的身份矮化，或是他不公平待遇的这样的感受，那所以形成纷争的开始。那所以我们在102年的10月份就开到我们部落去。开第一次的说明会去了解整个状况。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乡长或是我们考文后说的前议员都有到现场去关心。那我们后来了解这样一个差异性之后，我们当时的结论是我们会要求我们业办单位以后对于这个我们部落里头相关的这样的登录保存团体的一个新作业程序，会再加入所谓的座谈会或是公听会和一个前置作业，让这样的纷争能够得到部落更多的一个谅解跟认同。那第二个部分是我想大家可以了解法律是公平的公正，整个作业程序不会因为部落的本身的认知的差异而不同而有不同待遇。那我们在整个审议程序上后来也经过决议的记录，我想我们的部落不管是公所或是我们同仁这边都有收到会议记录。我们也提供了这样一个登录表，依照文化部的作业程序提报表也提供。那我们在隔年的过年当天就是农历年当天，刚好是我们年纪的一个召开的时间，我们还邀请老师呢没有回家过年，分三组人马，我们到光家，到白鹿，然后到南河，去做现刊，去做现，就是他当时已经在做活动的一个展开的过程当中，请委员去看他的文化
推动整个过程，去判定它的价值性。那也在当时也在112年完成了列车最终的作业程序。那接下来进入审议，那因为原民会基于善意，也认为就是说我们想整合整个古罗部落能够共推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这样身份的团队来代表我们8个部落，让他来以一个共同议题的一个主办单位的名称申请文化资产的登录。避免说8个头目会申请8个这样一个分歧状况下，一一做整合。所以原民会在102年的12月27号，跟103年的1月7号，跟1月17号也召开了2次的协调会议。但这样的协调会议显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得到共识。那因为有鉴于我们前一阶段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应该是效率很高了哈，那造成了这我们部落的一个纷争，所以我们在后续的审议阶段，采取比较观望的态度哈，就是时间放慢一点啊，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关心，那希望有机会透过这个不断的讨论跟互相的谅解，我想部落的族人还是对他们的话保存是相当重视的，这是他们的共识。但是如何去在不管是经费分配或是整个活动举办的施政安排，我想他们还是尊重他们原来传承传统的一个做法。那我们还是随时欢迎以辅导的角色来协助他们办理。我想我就先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回应，谢谢。发展中的议题吗？因为刚刚副处长丢出来一个最新的状况，还不能说最新，因为其实还有更新的发展。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登录是屏东县现行的，所以如果把它再推到中央级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目前的这种困难，所以想的是8个部落联合。其实说真的，我大概几个月前第一次听到说，5年级有联合5年级吗？蛮惊讶，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跟地方的这个家族系统是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后来在想，这事情有这么不能想象吗？好，所以那你作为年轻一代哈，就是今面对这个5年级的古楼，这个5年级的这么难得的一个传统，然后当然想有点困难，就希望听听你的看法。站起来，我也一定要站起来。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哈，其实这个议题对我来说其实蛮沉重的哈，因为在文化的这些领域里面，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觉得因为时代一直在变迁，那为了我要去因应我目前的现实生活，就变成有的时候我想要再去回头再去学我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就像各位在周边这里有很多跟我肤色很像的人哈，需要学习自己，要学习目前装备自己，还要再去学习自己的文化，真的是辛苦了哈。那在这段期，从小我所接触的5年级，其实我的经验就是只是妈妈也没有太多的参与。因为刚刚我们的老村长讲的，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人士来再去做自己的部分。那我们这些比较不是头目，不是祭师，不是祭司的一些人呢，我们就是参与在周边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可能是跳传统舞啊，还有就是在就是可能去我们的家族头目家去做一些协助的工作。这样子，那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我就慢慢的去了解我自己的在部落的身份是什么，在我这个家族的身份是什么。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妈妈给我的灌输的一些知识，让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有很沉重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所以我就会想说，要5年级了。10月份要5年级了，那我会希望说我能够再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家族里面，希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再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成立文化那个
协会的部分，也是那时候也是因为保存团体在触动这个部分。那我们也因为我们伊林家族本身也有在做五年祭的祭仪，好，不单单是其他的部落。那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这个保存团体，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保存团体啊。所以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成立，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保存团体。那另外一个的成立的目的是，因为时代在变迁，其实头目他也跟大家一般人的身份是一样的，他需要工作，需要赚钱养家活口。那更负担很大的是，到了祭仪的部分的时候，他必须要出钱出力去帮助这个家族，这个祭典的一个运作。所以呢，做头目他真的是在现实的现代的那个时代里面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想说就利用成立一个协会，一个政府立案的协会，可以跟社区发展协会一样，或者是其他的协会一样，我们可以跟政府部门要一些资源来去做一些头目应该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可能就是去照顾我们的弱势部落的弱势，或者是去协助在部落推动很多文化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做，我们是在一月份成立的。那在今年的部分，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去向县政府来去申请经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五年祭就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家族的人，来去出钱出力这样子，就像我们上一届的五年祭一样。我很感动的是，虽然我们受到外界的压迫很大，让我们在部落里面的立足点非常的薄弱，甚至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可是我看见我们的家族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的团结。每次我年纪吼，一定要杀八条猪。来想想看，如果一条猪是10000块，那不光光是猪，还有传统舞会的钱，还有每天有很多的那个家族，还有外亲朋还有都会来，这些吃啊喝的都要一些经费。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协会的成立，希望。可以要一些的资源，然后能够来强壮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照顾我们的部落，然后做一些头目原来本来就在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在保存团体这个部分呢，因为当初我是听见是说，不单单是九古楼部落，它可能保存团体那个保存团体的部分是，它还包含了文乐旺家、南河。高线这个部分，所以当时是引起蛮大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因为这样子造成其他的部落觉得，为什么我的部落要成立，要做五年祭，还要经过另外的团体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其实到现在也还搞不太清楚，说到底保存团体的这个它的限制还有很多很多的规范里面，就是还不是说很清楚，对，就很害怕，说这个部分，它的主导性，它的那个主题性，主体性，不是在自己当家的朋友的身上，大家都会认为蛮恐慌的，对。那在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就像刚刚都有讲到过说。在那个祭祀的部分里面，一直都是在用giving的部分。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保存团体落在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讲到过是，那另外一个家族的话，就是他好像就没有那个资格去做保存的部分，就变成是就会引起各家的那个拥有五年祭的头目的家族就很忧虑，这样子就很担心说那个主体性不见了，好像就是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在部落很多的我们有社区发展协会，他们也很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初这件事情出现以后，其实我们有一个部分让我们会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在申请保存团体的时候，他没有经过部落会议，没有告知部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让部落的人会对这件事情
很难接受，不管是不管是社区关任何一个协会，或者是那个一个头目家族，这样就是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舒服了哈。所以其实刚刚大家也听见，这好像是也是家族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真的蛮沉重的。尤其当我自己把我自己归类完全的在耶林家族做服事的时候，让我会觉得我要怎么再走到部落里面去？尤其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部落青年会的主召。当我在带部落青年的时候，我很难去告诉，有时候年轻人会告诉我，到底部落的头目到底是谁？到底很多的问号。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回答。但是我尽量让自己站在中立的角色去说这些问题，因为部落，很多的议题是我们自己要再去讨论的，所以我很羡慕大家坐在这里，可以听很多的议题，很多的刺激。但是我们部落的孩子没有，尤其是当我们的部落的孩子到平地的时候，他完全跟部落是完全脱节的，我们在说什么，他们也不见得听得懂，所以就这些孩子觉得。蛮可怜的吼，但是很高兴是这次的暑假，很多孩子回到部落里面来。那我们一直尽量的再去不许他们，十月份他们要回来，能够参加我们的五年祭。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五年祭的里面，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承，还有很多的文化学习，借由这样的祭典，跟这些孩子们去做分享，去做传承。那我就会让孩子们不要管大人在吵什么，甚至我把另外一个家族的年轻人，我也找他们过来。我说大人在吵架，我不要理他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才是重要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们吵吵闹闹，把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断了。这样子我们怎么文化传承呢？我们大人在吵架就不要管他们。那我们要把我们好的东西、好的事情留下来。我觉得保存团体当然对我们来说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很落实的把一个把资源再做用另外一种方式做保存，而且还有资源，当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帮我们去做整理、去做保存，对我来说在另外一个方面是好的。是我会希望这个是主体性会归到适当性的人，还有就是经过部落会议的讨论，是经由大家的议决，让这件事情它是有很好的发展。很好的被保存起来，而且是很祥和的。所以我在我的青年会里面，我们给我们自己的期待是说，我们要互助共荣。我们希望在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不要分家族，我们不要分任何的宗教教派。我希望我们在青年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我们把我们好的留下来，让我们的其实是中断了很多哈，从我们的老人家到这个地方，其实中断了很多，又加上他到我这个地方中断了太大，我们要在做文化传承，要在做文化学习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我说我们还要再去问老人家，我们的小朋友都听不懂那个婆婆在讲什么，对他们来说，婆婆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大概有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对啊，所以。所以变成是说，不是大家的问题，不是我们孩子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这样子哈。所以我会希望说，当然我会希望有更多的资源进入到部落里面，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的帮助都好，但是希望这个主体性是回归到部落里面，这个透过大家的意见，透过大家的一个支持，让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好。还有再分享一点点小小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做田调，我是要去想要去了解一下那个山林智慧，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耆老，他是另外一个部落的老人家，一个部落的头目的孩子，那我就他也是一个老人家啦，是比干妈再年纪轻一点，那我就问他说，干妈你，我问了那么多这些事情，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这些后辈？做鼓励，去做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他就讲一句话，让我好感动，好感动。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这个话我常常放在心上。我
虽然是我说我是伊犁的人，可是我到景仁不敢的时候，我们的罗托夫说你是我的人啊，你不要每次都去伊犁那里，让我会觉得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要去哪里。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的角色会很复杂，我会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但是我在伊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好好把我的伊犁的家的所有的事物我整理起来。我是按照伊犁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刚刚所讲的全部记录起来，不管是很完完整整的记录，不管它对或错，至少我们那时候的口说历史就是这样子，我不想去改变它。可是当我回到我的青年会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你们去你们自己的家族，去把你们自己的传说故事，把你们家族的历史自己写起来，自己记录起来，我们不要管那个外面的声音，把自己的东西弄好，这样子你更认识你自己。然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交叉比对，有机会我们再来去好好的去探讨，为什么当初姑姑他们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当初姑姑要这样要那样，是不是那个脉络就跑出来了，是不是有一些的是不是有一些的阶级制度，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智慧就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把我们的台湾族所有的整个脉络再重新的建构起来。这样子不单单认识我们自己那个最原始的部分，也把我们台湾族把我们自己古罗部落的东西都建立起来。古罗部落原是同根生啊，只是到了哪一个时候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下一代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去找那个问题出来？我们不能跟着他们一起吵来吵去的，争来争去的，从很久很久以前权力斗争就一直就有存在的。那我会希望，就像那个姑姑讲的，彼此相爱。我希望我们都一直彼此相爱下去，让我不单单是我们的五年祭，我们把它弄得更好，我们把它弄得更感人。让那个精神就在那个里面这样子散播开来，不但影响自己，也影响到来观赏而已哦的人，让这些我们的文化可以源远流长，去影响我们后面的子孙，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传承下去，这样子我们的文化才会流，我们才会长久啊，是不是？谢谢，我的分享就这样子。谢谢玉梅，我们年轻人辛苦了，不过这关也可以过了，过了这个皮就厚一点哈。然后那个我想因为刚刚各位在讲的时候哈，角度不太一样，那有的刚好是相关的，那我想也许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会觉得说，好像大家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是大家好像讲的也都有道理，关心的事情也都有道理，我们还是觉得挺困惑的哈。所以然后我们也知道从历史上五年级也都有过一些变化哈。那我是不是我就先丢一个继续一个题目哈，也许请大家能够发言。那就是说他历史上一直有过变化，那现在大家比方文化协会就是对于这个传统的部分哈，说那不是适当的一个，就是不是应该留给适当人讨论啊，所以我们做的是某一部分是很重要的，然后也有的意见的说这是跟家族非常跟历史跟真正的历史或传说中的这个历史非常有关啊，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说说看，那觉得五年级里面非常重要一定要有的部分是什么？因为刚刚讲就是说家族好像在这里面家族参与不像以前习惯家族的参与的形式，那所以那我相信教育文化学会这样子的一个认定有自己的理由。好，那换句话说双方对于五年级应该是什么样才构成一个合适五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知道谁可以谁觉得哪一位发言借各位大概两分钟时间就可以了哈。
事实上我要讲的刚刚我已经带了一些哦，就是我们这个祭典哦，不是像各位所说的这个说五道六啊。我为什么说是说五道六，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在谈的是您所谓的五年祭，然后明年又是您所谓的六年祭啊，这是你们讲的，但是我们给他的名称不是五年祭啊，哦，他叫马德法，那明年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祭典，他活动类似，但是就是少了那个刺球的那个场景，那我们叫他是不少，但是你们说是六年祭，哦，你们把我们的这个祭典这个名称哦，用这个一点原住民元素的这个说五大六的这个数字哦灌进来，尤其是这个学术单位啊教育单位哦，真的，我是希望哦不要再出现这种六原住民文化元素的这个名称给我们，哦，它就是一个很正统的一个马德法跟不少，哦，尤其胡教授，你经常在部落里面哦，你应该知道哦。我们这个祭典哦，都被你们说成五年祭啊，哦，到各地的那个不受被你们说成六年祭，我是希望哈，教育单位也好，文化处文化部也好，哦，各位这个学者后进，记住这个不是五年祭，也不是六年祭，是马学长跟不受搞笑，谢谢。所以这个登录的过额，那我们就先跳掉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就来让文化处帮我们谈一下，因为一个政策出来，像我们回头看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性，比方地籍调查，地籍调查没有人知道地籍调查什么意思，所以他没有去登记就变成国有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种事情，日本时代发生过，民国时代发生过，好，所以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一些人懂，多半人是不了解的，不知道是有利不利，所以一个政策出来，像你刚刚说，政府坐在一个辅导的立场，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包括其实我一直不太了解这事情，为什么是文化处，我好像在协调会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原民处的参与，一直要不然就是到的中央就是原民会参与。我就觉得为什么在屏东，其实我相信原民处会比较了解情况。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到主体性的这个角度，文化处这边可以说说看你们的想法，或者就是你们可以怎么样改修正这个做法。我想刚才有大约跟各位提到，其实制度上，在文化部在颁定文字法的时候，它后面有一个补助作为规定，这个补助作为规定呢变成是因为受限的经费，所以只针对具有身份者，所以才给予补助的这样规定。那变成就是说，先登记的人他就有优先的被看到。那相对的后段没有看到的部分的话，它会产生所谓的先来后到的这样的遗憾感。但是我们后端去补这个缺憾的时候，我们就开放，就是说一样在法律是公平性的原则下，所有任何的社团或是部落都可以来申请保存团体，那只要你过得了审议委会这一关，也就是说它的文化价值跟实际操作符合五年祭的精神跟它的传承，也就是说它会被过关，会赋予它文化资产身份，只要过得了这一关，其实你就可以落到后端的补助作为规定的程序来。那相对另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现在有这个身份，不是它是永远不变的，如果他的操作整个过程是已经丧失他的价值，一样他还有废止办法。也就是你具备了这样的身份之后，你后端不去操作，可能是因为整个保存，或是整个记录，或是整个祭祀仪式，因为为了符合现代，然后做了很多的改变，把原来的传统都改变掉了，那这部分还是被废止。所以有第二身份，不是说是他拿一个祭祀牌照说永远不会被废掉，不是这回事。
所以我们在前端第一个就是一视同仁，我们的表格，我们的申请表格，我们除了告知公所，我们也告知我们的部落，在文化部或是县政府文化处的网站，随时都可以下载去提报。只要你提报进来，我们就启动健康程序。但是唯无形化资产民俗这一部分比较跟有形不同是，它必须是举办的当时由委员去做宪法，去看你实际操作的过程。另外有现况的访谈，那访谈的话，对你对文化价值的认知，跟他所谓的不同身份祭祀仪式的过程，那会有相当的认知，跟他的所谓以后传奇的人物人脉如何去操作。那这样的系统被确认之后，过了机会才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欢迎就是你希望就是说成立一个新的一定会过吗？我想这个要努力了哈，但是不保证，只是说只要你过得了是因为会的程序，那我们一样就是用同样标准来辅导。那我们期望就是说在目前八个头目哈，目前有三个部落去申请，我们经过审议列册，那后续我们还继续推审议作业程序。如果原民会在统合部分还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结论情况下，接下来我们依照资法还是会上会在今年在年底前哈，我们会召开无形资产审议委员会去针对上次列册的三个部落的一个协会做登录的一个动作，做审议动作。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要申请这样子的一个登录，要登录成功。副处长也是提醒我们，要通过审议委员会才行，不是去申请，不是说你们平常做就可以的哈。所以这是另外一场的文书游戏。好，要懂得这个文书过程，这一套行政的程序，那谁会懂？好，所以一般的人会不会懂？我听说有群体在全台湾到处帮人家写企划书之类的。好，所以我们会培养出，就像代书，他会有些特殊的人，特殊的行业出来哈。所以如果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就了解说，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国家的法律，一套行政流程会影响到我们原来在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原来说的主体性的问题，反而说政府的这次的政策导引非常的强而有力。好，所以大家要学会这套办法。好，等于是这个就是等于说我们因应的，这是一个因应的办法。我这样，因为郭村长要稍微提早一点走，那还有一个就是，不管看你针对哪一部分。针对那个保存，我们提出为什么提出保存？我们那个时候跟土木做了，刚才我们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到处都在办五年祭啊，到时候因为五年祭它有一个精神的部分，为什么要办五年祭？在哪里办五年祭？什么人主导这个五年祭？简单的祭司跟祭司，布林奥跟巴莱安，不是跟牧师、跟宣教师、跟老师、补习班的老师一样的，可以接来接去，不是的。他的专业是化学，他的专业 是经济的话，他可以到处讲课。进普林奥跟白兰不行，他一定有特定的区块、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族群。像我针对那个副组长所讲的那八个村要联合，我不晓得是要用哪一个普林奥，要用哪个白兰，这个我们要尊重这个主家了哈。第二个，我们保存的目的就是让他不走样、不走半。如果你们看过从古罗、白鹿、南河到土板的五年祭，我不批评，可是真正的古罗系统的五年祭，欢迎各位来到古罗去看。不管是从大支酒架、从支酒缸的产生跟勇士的建立，这个部分很重要，这个是信仰，这个不是篮球，这个不是白球。老人家讲这个要这样的呢。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一再强调，就是五年祭是有特定的家族，有特定的护持人员，而且这个都是传承，不是可以解来解去，也不能用投票，也不能用表决的。这个部分呢，我在这里一定要慎重的跟各位讲，说信仰最好是互相尊重，可是不要我可以接待你，你接待我，或是说你借过来借过去。就像现在我们的公部门，我们不管是
我不指定是谁，不管是县长啊、议员啊、乡长这样，来都不如上面是阿密斯的，中间是不弄的，下面是台湾的。你讲那个是哪一个的？那祭司不另外不能这样哦，他有特定的人，他在经营那些人跟主灵的盟约，他在为他们的生死蝙蝠跟相关的事物要跟主灵互动做交代。我刚才讲了，我们原住民的布林瓦跟布林瓦不是神爱世的，他不认识你，他不取代你，为的是什么？主灵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不认识嘛。贾加罗斯是排湾族的没有错，可是阿米斯有阿米斯的传说啊，布农有布农的传说啊，同样一个台湾就那么多的装饰神，可是这个前提互相尊重，不要互相批评。我在讲对玉米所讲的那个教育学会会批评决定说不要参加，或是说相关的等等，我们这次五年级的手册还是照样的，第三天还是交给您的家族进驻这五年来的丰收，还有这五年来的分工危机，还有帮他们的辛劳，我们也是要到给你，我们的手册没有变，我们没有做家族或者头目的批评，没有，外面所传说的那个是政治人物的想法，即使我们不投票，部落还是部落，古罗还是古罗，主灵还是主灵，是连接的，是结合的，不要用政治那个看法，用相关的这种公部门的看法说台北可以，你们屏东为什么不行？不能用这种模式。族群不一样的族，不一样的群众，就有不一样的生命。花生归花生，芋头归芋头，地瓜归地瓜。你不要把它混淆，一定要同样一个味道，要同样的样子，不能这样子。一定要互相尊重，这个才是主灵上帝里面所创造的。五个手指头也不一样长，人又不一样的族群，又不一样的生命价值，这个才会永续。谢谢，我收了。是各位是要指定请哪一位发言，或者您就提出问题，然后随便哪一位发言都可以。来，好，来，我们先收集者，等一下，我先等一下人数。还有别人吗？好，还有吗？OK， 好。我们主持人啊，我们是处长啊，我们老处长，我们现在干部，大家晚安。那么事先呢，因为郭处长要先行离席啊，所以我得提出。那你不允许的话，那就我是只先讲到我自己的那个问题，因为他要允许我，我要想要请教他，因为目前哈已经准备五年级已经在箭在弦上，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不过等一下我就做一个说明。那么我现在呢，我先讲到这个，我们不要讲到其他村里面的五年级，谈到我们古罗村的五年级所有的马六，因为马六。故乡是在我们古罗村呐、啊，包括台东、南河、南天什么那个地方，都是古罗系统的，都是种古罗系统是的，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说是马六甲是哦，我们哦古罗村的故乡。那么自从呢，从政府呢，从原住民繁荣繁荣文化的时候，政府慢慢推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要进行展现出来。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台湾组的五年祭，那么五年祭这个哈，哦，我可能对很对不起那个陈先生，一直还是讲五年祭还是马六哈，这个马六哈，从一开始我们的长老也讲过，从自去时代，从旧古楼搬到哈下到古新的古楼哈，新生地搬到地哈，第八届哈这个问题来讲，因为有时候看到，因为我曾经也是哈。在26岁的时候，我是下乡啊，我当时从事就是民代表，当了很久，所以在故乡里面也看到了很多的一种，五年级这个文化的一种仪式啊。那么在这里简单的说一说哈，从哦第一届哈要开始啊计划五年级的时候，刚刚我们的长老哦已经有一个无开花承受地权属的哦。警察局哈，把他抓到地检署，因为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告到哈
天主教的教堂到梵蒂冈，梵蒂冈然后转售到雅典天天主教，禁止禁止我们国的丰年祭，而被抓去地检署啊。我们老乡长那个人现在是高德省，哦，那高德省先说我们要杀人头来祭典，那是就为了这个我们纪念五年祭的这个来了哈，叫那个我们老乡长来哈，保证我们原住民这个我们是不是杀人头不是什么的，这样子保证谁把那个骨开化把它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当时啊。那警察局是非常糟糕，把这栋操作分解封到那丢在那边，不然的话就走路啊，走了十几公里到部落，到回到部落的时候就开始我计划第一届的五年祭啊，就这样子的开始，就刚刚哈第一届的时候，那个吴开化女士啊，尊重哦，保证她的人哦，给一个赤酒缸，就是有花纹的是勇士的那个赤酒缸。第一期他是都有，可是第二期被评论说不死，就又把它取消掉。从第一期到第八届，只有掌声这个问题而已。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因为那是老人家，这些头目的长老都还在。一个罗家的罗安定，就罗娜的爸爸，还有他的大伯，就是罗，那是罗大爹的爷爷。就望下的那个罗安闹，哦，还有中文园的这个中统的爸爸，那是他的村长，啊，他们老人家都是透过协调，体留干和李令原本总开始就合在一起，用李令的方式去举行啊。刚刚我们在听到大家说。李令的经文也是用李令的经文，持续观的创造者也是李令方的创造也是他们从开始到现在，可是只有一个在旧鼓楼，叫往台东的那个阿蛋，那在旧鼓楼是唯一在我们鼓楼系统一个祭赏的，跟我们哦这体育干跟那个李令是不合在一起，是这样的状况。他从开始创始以来都是经文都是李令创造者都是李令，哦，那么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古籍就是第二个哦，就土岛哦头目的一个家属叫阿莫利，那阿莫利从旧古罗也是他们，他直到现在也不属于哦任何不是古籍主干，他都是在哦扮演着第二个。那个偷刀者的角色，直到现在，那第八届时候就开始乱了。乱的原因，当时不妨说，我自己当时是在我是当了一个监视小组的小组长，而我本身是要以这个规则来执行。那执行办法有不对的话，当然是我就在小组的话，我不去做的话，我就是失职了。所以当时哦，第一届犯一个主规就是一个舞会，这个舞会呢已经计划只有在吉留干一场，在李令一场，结果变成三场，所以变成三，我说不对，我们的哦程序不对，哦，那很多人打电话问我，就是李令他们。打电话给我，怎么那边也是同样跟我们举行舞会呢？我说没有吧，我说我过去看看，结果变成是另外一家又开一家哈，叫一个舞会呀、啊。我说你们不对，因为犯了这些我们的条文，哦，你们不要举行，那还是到李令那边去，舞会。我说这么就讲，我就离开了。结束之后。真正我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说我们郭，那是我们郭村长，也是用惩罚的方式哈、哦，惩罚他们一向的礼酒，惩罚供给我们族群的那个违规事项，是这样子。第二个原因，第二个不是，那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们长老说，把我们那个祖先的那个祖先牌呀、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你们家那个嘛。把它移出来，从上面移出来，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从那时候一开始，乱源就是哦，这个是
其中之一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从第一到第八局都非常好。为什么？从开始第九局的时候就变样，原因，这个原因的变相，我在开头心知肚明了。第二个原因就是经费的来源产生出来了以后，引起到我们部落的头目和干部啦，看这里我有经费了，该怎么办？怎么把它弄起来？讲实在是这样子啦。因为过去五年级啊，都是有头目号召五年级到了，他们今年到了，头目会号召大家各自准备食物粮食也好，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是这样子的开始。所以我说到这个原因都是重点而造成现在的不满。那么至于在文化处那个在称呼在一起，我像在古罗门听过那个时候。事实上说，我真的是有批评过我们文化处，事实上是失误的很多嘛，就没有把这个程序什么都没有下到我们部落，只是下到部落文化教育学会，部落教育也没有跟我们说清楚，去上网一查说，哎，怎么我已经下完了，包括我们那总干事还不晓得，说已经申请好了。所以那时候我揭发的时候才发生很大的争执啊，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直到现在。不知道现在我们又要到了，我们都还没有解决啊，不知道我们教育学会要什么样的方式来融合，来接把这个我们这次五年级再续办，把它做得更好。不知道我们教育学会啊，我们希望在我陈部长的督导，看怎么样会我们这次五年级把它复合得很平缓，所以这样的意见，谢谢。谢谢哈，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尽量就是问跟答的稍微再简单一点哈。那个邱议员的，我想最后的，虽然前面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我们的，可是他最后是给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问题，说文化教育学会现在在这一届上怎么样融合大家？就卡姆利部分，也就这个主家了哈。他们有掌门人，有当家的，这个我不做评论了，他们自己来论述他们的立场跟他们的地位了。因为他原本是属于吉罗干的所谓内政，他是核心性，就是内政管理头目贵族里面的行政事务，那个范家是管理部落主人的对外的一些行政，所以一个是内政部，一个是外交部，我们家族公说，可是他是偏向哪个家族，这个不是我来讲，他们自己来做声明会比较妥当。第二个，有关于生猪，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刚才闹双胞了哈，这个部分呢，因为不是我们在做的，那个是他们在做的。所以神座要摆在那里，或者定位要摆在那里，什么人去服？应当是他们服侍嘛，不是说我们在服侍。所以我的立场是制造很好的环境、空间、平台给他们办他们的祭典就好了。至于里面什么人执行什么，什么人在那个是他们祭典主家族的事情。至于这次我们办这个五年级怎么样去形成，怎么样去整合，从去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七月份开始。我们七月份开始，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每个礼拜，我们都有礼拜二是部落的筹备委员筹备会，有关心的人可以来聆听，可以来学习我们的对五年级的一个行程跟过程应该有的，不管是过去怎么延续或者怎么改进。礼拜四我们是到头目家里去就他的应该有的游戏规则、人选的选择，我们这个都是到头目家里，不是在我们学会办。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资源就什么，我从来不去过问这个。我们只是在执行我们的工作，有专门的人来服侍，有意见的可以到我们的团队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来去查，没有关系。就人，我们是有广播的，我们是发复印那个通知单的，我们没有偏定说什么人，什么人可以来，什么人不能来。我们五年级的手册，从第八届、第九届，从第七届不是我办的，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依照过去，除非你现在没有意愿的，或者你现在不想参加的，那我们要你提供人选，或者说你不想来的话，那你就自己放弃。我们不会说你可以，你不可以，我们这个是信仰，能者
就多劳，不能者就不要做批评，那个是你自己放弃你的机会，那我们也损失一个人才，这是我对这次活动应该有的，不管是资源人力，我们尽量用广播的，我们的村长几乎每天都在广播，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工作都是村长在广播，我们没有对特定的人也没有对特定的区块做批评或者做不要跟要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古楼多了解，多跟我们一起学习，跟我们一起成长。我的小孩子也还很小，也不懂，可是他们看到我的辛苦，他们讲说爸爸你干嘛，我的意思是讲说当你看不到爸爸再这样做，你以后你怎么做，部落是需要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的立场，为部落走，部落的事部落的人来做，不要期盼我们的副处长一定要有经费我们才办公，没有经费我们的同伙讲照办，多少钱做多少事，多少人做多少工作，这个是我们同伙给我们的一个精神跟口号。我们针对五年级不做改变，不做任何形式，不管什么改变，我说我们的五年级的精神跟过程在我们周口一下那个大历史就刻在那里好好的，我们不会做改变，请放心。好，谢谢哈。那我们有第二位，我们然后还有第四位，就是现在看到有几位大家要提问哈，那你们也可以提问，因为一直有人在回应，也可以针对回应临时在改变你的提问哈。好，大家好，我是社工系的魏一杰，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来伊的人，对，然后我有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说到就是那个马德文的那个经文的祭词啊，是里面都在，就是在传颂着是吉林家族的，那为什么就是在这么多的五年级以来，就是有两个家族出现，那为什么不会有出现类似触犯禁忌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家部落有发生事情，因为感觉好像经文。就只有讲到吉林，那吉鲁夫干家族没有讲到的话，那为什么没有触犯到什么禁忌？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有说到说要申请那个文化资产的话，就是可能回到现在会需要经过部落会议来去申请，就是经过部落会议的决议来去申请那个文化资产。那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古楼部落会议的政治权力结构到底是怎么样？是村长啊，还是社区发展协会，还是同户的权力是可以主导整个部落会议，然后形成决议会是怎么样？然后第三个是，就是啊，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问第三个，好吗？啊，对。来，然后我们还有第三，我想我们要问题通通都先提出来哈。然后也许有些相关，让他们一并可以回答。哎，刚刚是你，是主席。主席啊，各位长官，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学生，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也是古楼拉吉林的家族，也正好也就是在民国83年的五年祭。也像是我担任我们五年级的总干事，在我的认知过去，就如同我们前辈所讲的，我们很和谐，啊，没有所谓的在纷争，就按照刚才我们田副村长的来就古路在讲的，过去的承办这个五年级是只有头目，啊，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但是在过去的年代来讲是非常的和谐。两家的头目都有多一个共同的一致，就把这个五年级把它办好。所以当时的我当总干事，我觉得我办的也是办得很好，所以当时的旗杆非常的多，大概30几，而且那个当时的在南英国中办说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讲到现在，造成我们现在我们部落为什么有这种纷争的原因？其实对我来讲感到很心寒，为什么会有这样？那归罪下来，我刚才一直在想，也或许是因为政府的德政啊，希望就是以文字化的部分来记载这个文化，而造成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存在。那相对的，也或许是承办的单位，就我刚才讲的文化处，是不是在当时没有好好去针对我们部落的去了解一些你所谓的文化，也在审核的当时
也很像忽略了一些，还有一个部落不可能就一个头目的这样的问题，所以造成我们今天大家闹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好。那当然文化处他有权利，为什么他有钱也有权啊，有钱也有权啊，这个是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对文化处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很不满意。那相对的政府的德政我觉得是不错，但是我最主要是在往后啊，刚才那个政府处长也讲了，以后你们要申请那还要看看你们能不能通过，我感到也是这个含义是在哪里我是不知道了啊，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各位教授跟各位朋友，我是太雅族的，我是东华大学的研究生。那我是看到这个标题“言之原味”，我觉得真的是这里啊，今天看到好像是家族的事情，我是真的是看到是传统知识与文化资产。然后呢，这是谁？就是古罗斯五年祭是谁的事？就是其实，在读研究所的时候，这些议题都已经讨论过。那我看到的是好像这边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原住民的家，就是他们自己的传，就是他们觉得是他们的传承下来的。可是这边的那个理事就是协会，他看到的是他是为了就是也是其实你们的原因都是对的。可是我想针对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文化处的部分，刚才处长提到说就是在整个就是去申请的这个动作的部分，我想问的是，刚刚有提到说审议会嘛？那审议会的成员是哪一些人？他有什么文化背景？他如何去取得别人对他的认定，说他有这样的资格？他有这样的资格去认定这件事情是可以的？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刚才提到公告的事情啊，原住民哦，真的哦。部落里面小孩子会上网，可是小孩子上网是可能打游玩游戏啊什么之类，真正的老人家哈，耆老那些，你刚刚说他去上网去看公告嘛，其实这个真的是从这个你的就整个的公告的这个层，就是整个透明化来讲，对部落来讲，他到底适不适合在原住民的部落，这是值得去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哈。但是。每次政府都有补助款哦，给我们原住民。可是到底补助款的背后，它原意是好的，可是当跟钱有关系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出现在哪里了。所以这部分也实在是应该去思考的部分，这样子。再来是文化资产，原住民的文化资产，它的所有权到底应该是归谁的？我觉得要如何去认定，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样子哦。好，谢谢。我讲那个像巴斯达埃塞亚族的矮灵祭跟周族的战旗都已经登陆哈，是中央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登陆，成为文化无形文化资产，这两个是最没有纷争的。当然过程不容易了，可是后来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这个认证。那两个一方面人口比较少，结构比较单纯一点，然后内部也比较好的协调，所以比方说南部跟北部他们分别都已经交好，是共同保存啊，它都是有两个单位来一起做这个事情。那港口就没有办法，就也是有困难，他不愿意接受政府认证，虽然已经提报了。好，那是因为林姓很多部落都做啊，为什么他代表就产生这种困难，其实跟马勒伯的情况非常的相似。所以刚刚说八个部落联合办这个马勒伯，对，有问题，因为五年这个马勒伯的精神是什么？它跟家族有关。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吉利家族在这边很难过的原因，因为跟家族有关，跟同步系统有关。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马勒伯里面都是不止一个家族，那现在好像不是这么清楚了。所以会焦虑，其实是焦虑。确实今年怎么做出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些筹备嘛，那可是就是有很深的焦虑。一个，那我相信不只是家族这几位而已，我相信很多人，因为第一个对于政策不能掌握，这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其实是部落自己的人啊，理事长、村长自己当村长当了八年，只是自己人，
可是也有这样子，好像认知上或者说知识上对这事情的进度将要怎么发展有一个落差，所以造成焦虑。那我们回到玉美刚刚话，都是部落自己的人，这个焦虑其实蛮辛苦。我们为什么不把箭头都对着文化处就好了？没有，我讲一下文化处跟人民会，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做法。一个部落是一个国家嘛，原住民过去是那样嘛，所以他们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那个部落的我地理不一样，所以说没有办法说是。那个胡老师。因为胡老师在鼓楼多年了，我年纪这个毛泽东非常熟悉。就这件事情我已经听了很多意见，然后在座诸位也在不同场合有发表过那个您的不满啊，特别是箭头是向文化处啊，其实我对文化处有很大的质疑啊，只是没有机会直接跟你们讲。对，因为我是觉得对于一般原住民来说，在登录那种表格的时候，他对很多意思是不清楚的。譬如说在这边的郭前村长嘛，我就不晓得，我刚刚也想问你，当你当初在填这个表格的时候，当然你的用意很好，希望把古龙的这个不管你说像所谓五年级也不是我们学界去编出来，是我们到了那个当地那个时候印出来各种资料都写五年级。对对。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印创一个什么五年级六年级，那是自己村落里面自己先印出来。今后会再出现吧。不是就是说，可是你现在坚持这个也产生问题了。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子坚持的话，那个文化处他会跟你说，你自己再去登记一个马勒本啊。所以你现在其实要针对的是说，他们已经登录被认定的这个文化资产，它叫做五年级啊，古人五年级这样。好，所以你除非你再去登一个马勒本，结果你们讲的好像是两件事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你们内部要了解的这种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啊，就是说对原住民来说根本就不清楚。所以你们的整个解说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是很多的盲点。所以我一直在想问说郭前村长哈，您当初在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保存团体，你是不是在填这一栏的时候你有想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要上面填上这个就是文化教育协会，而且你是屏东县文化教育协会，并不是一个鼓楼的一个名称啊，为什么你会填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查了很多原住民去登记文化资产的时候，当他还没有内部达到共识，他还没有很清楚状况，他那一栏就是空白的，根本就是允许那栏是空白，然后最后被认定的是文化资产。所以我非常不了解，就是不是屏东县文化局那个时候，就是文化处啊，就是要求他们一定要把每一栏都填满满的。哦，当你们填满满以后，你也知道这个五年级是一个记忆嘛，那鼓楼谁在讲这个记忆，一定里面有很多团体啊，哦，特别是头目的这个团体，你们完全不去调查清楚，哦，那当这个去报登录的这个团体，他们写了一个自己的报的这个单位，说不定你也不是，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说就是哦，就是临时便宜之计啦，就先填上自己的单位嘛，哦。但可是现问题全部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只要他填上了，他当初整个在审复过程里面又是一个所有审核委员对这一点也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也没有去办很清楚的公听会，也没有去部落去做很好的查证，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这样通过了。通过以后你们现在一口就咬定谁登记他是保存团体，这个经费就是拨到这个团体去，所以引起整个部落的一种恐慌，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一直看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如果发现了这种问题，有一方他们或者部落里面包括几个头目，啊，包括可能登记的团体，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也意识到有所不妥，因为我想郭前村长非常了解整个鼓楼的这个过程嘛，当你自己登记了你的团体，那像其他社区发展协会也会有意见啊，什么都会有意见啊，那你自己专栏这个名称对你来说可能也是不好，把你污名化了，哦，所以你也意识到这种状况下可能就是一个重审的一个过程嘛，在还没有在有争议的状况下
经费这样子，就是认定某一个团体拨下去，就这个团体虽然得到经费，但是你很可能你得到你的麻烦更多。嗨，所以我是觉得，刚才你一直说你们再来登记嘛，一定也丢案子给我嘛，你去卢沟干也丢案子给我嘛，你们每一个我都给你同意你是文化资产嘛，那这样不是越弄越乱吗？所以我对文化处的整个做法我非常的质疑，而且非常不满，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用这种态度来面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好，麻烦你解答一下。我那郭前村长也讲一下，你当初登录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有没有意识到登录了一个文化保存团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且你现在已经面对那么大的质疑，你是不是要坚持你要是文化保存团体？就我这个保存，为什么我们要保存这个古年祭？它本身所有的过程，它的缘由、它的精神、但它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们的执行长上网得到了一个资讯，他就跟我们讲说，古年祭是什么人在主导？我说很简单，从过去我的认知一直到现在都是罗家的，因为古灵袄是一个家族所形成、所培养的。从他的老师的老师老师的传承，他那个是祝祭师，卡扎利兰，啊，这个部分都是罗家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请罗莫兰全副武装，我们到把点标都标好了，我们到那个时候叫文化，我还问经费啊，我问经费了，文化部了，那个时候我们到那边做简报也是罗莫兰简报，可是到了最后那个表格。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承办人说，不能登记给个人，只能登记在非营利单位的社团团体。那能不能再来？我们就讲说，那这样的话就暂时。可是我们在相关所协调，在文件手到文字手，我们的协调，我们掰扯一直讲好，只要罗木兰他那个协会成立成案，可以。我们毫无条件，那个我不要这样受罪受累嘛，就跟博士讲的嘛，我们吃两不讨好啊。这个是就保存，这个为什么要保存？保存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说要为我们自己把它当我们自己，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所问、我们所听得到的，还不需要开部落会议。我是部落议会的主席。我不是说不要开会，不是不开，那个时候的主席还没有说要开部落会议就可以，因为我们全国楼的人都知道这个五年级这个系统嘛，这个是哪一个主教在经营，哪一个主教在管，很简单，不要问我，你问小孩子，你在鼓楼你问那个都知道。可是有个前提，不报过南河，不报过白鹿，不报过春日，不报过台东，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孤罗不漏，不要污蔑，不要乱，这是对保存的这个部分。啊，第二个，为什么在部落里面所有要办这个保存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而且现在轰轰烈烈的，连我们的大立委，我们的相关的比较有地位的，他们想要整合，要把五年祭归顺在某一个组织、某一个系统里面。我在这里跟各位大爆料，普林奥绝对不会走。普林奥是针对特定的家族、对特定的系统、特定的去才会去做那个服饰的工作，他不会说普通大会那种模式，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普林奥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不是说不行，而是我说我的认知一直到目前为止，白鹿跟南河就没办法整合一个村，那跟台东跟甚至虽然是古罗西，可是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不可能整合，总动作、总精神、总过程就不能整合，要不然这几个部落水当不灵奥，啊，把灵奥又从那里产生出来，这个过失谁要去承担，谁要去负责？这个部分呢，也不是文青会也可以主导，不是哪一个家族可以主导。第二个。第三个，针对这个资源的部分，这个不要跟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来提，最好跟头目讲，就我们头目所讲的，最好你们都不要介入了啊！没有钱没有关系，我办我的祭典，我办我的法利息就好了，因为你们介入，就刚才我讲的，
又要听你的，又要摆你的时间，又要用你的人，这样好像失去了他原有的精神，跟原有他的应该有的尊重跟过程。所以这个我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分享，而不是代表头目他应该有的形式跟过程。我虽然跟罗木兰非常熟，也常常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要讲，我参加过这么多届的五年级哦，我知道两家头目都有付出很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刚才讲说，因为当初登陆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因为文化处啊，这点我也是质疑文化处啊，就是说，既然你们搞不清楚谁啊，真正是有那个可以是保存团体，就是让他空白哈，不要强迫他去登陆什么东西。以后碰到这种 case 的时候，那现在刚才那个钱村长也讲，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当这个头目都成立了学会或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再考量是不是同时登录很多个团体嘛，哦，那这边比丁也成立协会了，吉隆坡也成立协会了，这是一个新的形式了。我请文化处再重新考量这整个状况，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等等啊，我有好几个协会都在那里，而且他们都是要说这个马勒本，其实五年级也可以，可是五年级就是一个马勒本或者破号五年级了哈，就同样这件事情，就重新去考量这个案子是不是要重审啊，希望你们就是往这条路仔细再想一想哦。那刚才那个郭前镇长也是，他就在这里了解，他也说他舅舅坐这里哈，那舅舅他们家就以前的生了到现在的这个现在头，我就一次看了两家头目都非常的辛苦在撑这个五年级哦，每次都是要杀多少猪在找那个钱，然后他们也各自有普利告啊，各自有单票不一样，不是说只有罗木兰有普利告，罗木兰也知道其他家也是有他的普利告嘛哦，所以这些状况就是。我一直就知道有两家头目在那里，哦，他们的记忆也都很努力的在维持，哦，所以我也对他们非常钦佩，他们不是彼此竞争，不是彼此这样子去做，其实鼓楼很难就是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我是希望文化处比较更了解这个部落的内部的状况，重新去考量这个所谓的保存团体引起的部落的纷争这样子。胡老师在鼓楼非常久，补充一下哈，像吴博士的那种说法，真的哦，发觉到我去上访，我女儿上访是两年前，就发觉到说这个网上已经被刘干杰申请已经到了。所以刚才他有解释了，说他说因为当时就是发生的一个团，我去到我们国内的理事长去找他，他还不知道，就上网开始在一个理事长就马上到开始会议，在爆发这种年轻人这种地方，为什么变成我们就变成他们不满？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事实上那是我真正的爸爸，不是有两个学会嘛，一个普罗学会，那个土著社区学会吧，那你是可以跟着申请吗？啊，那个时候我们不必要说在那里，我们要以普罗学会的身份，现有的学会可以申请嘛？那时候是组长，那时候那赵卫生这么说嘛。所以既然是不能个人到一个学会，我们普罗有普罗有两个学会，可以怎么办？可是到现在为什么偏偏还是？还是老院文这样子申请，去造成那种我们部落族群的不满。就是保存，保存团体的储备的系统，因为有那么多的意义了，就是包括登陆的团体，他也觉得当初是就是某种情势之下，他去登陆的自己啊，让他自己也现在遭受很多的职业多的恶名，这样有这样子的声音了，啊，文化处就是要接受这种声音，然后重审这个部分啊，保存团体部分重新审啊。所以它有并列很多，也可以并列很多。那你们那个分经费更是造成部落的那个，可能拿了几十万，就整个部落就是分崩离析这样子啦。所以宁愿不要拿你们的钱还好一点，这样子。我们可以积极点啦，钱还是要拿，事情我们要做很大的重视，就是怎么做的问题。这一开始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回到副处长这边。刚刚胡老师讲的重审。或者说行政诉愿，我不知道就有什么程序，既有的程序，我们可以重新来做这件事情。我想要为我们的审议委员会委员哈，这里申冤一下哈。今天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来的时候，处长就跟我讲，
来这里当标靶还要去吗？不过还是要讲，身为公务人员就有公务人员的担当，然后捍卫公务人员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跟它的公平性跟原则。那我对刚才所提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说明哈。第一个刚才提到哈，就是我的登录的程序，我想法是由立法院所正式通过的法令，它的作业流程是一个行之不管哪个县市都是共通的，叫做公务人员都要遵守这原则。如果里面没有说一定要部落的公听会同意审议才会过的话，即使它是仅供参考，并不是必要条件。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产生这件事情，我们在后续可以做得更细腻，可以。但是我要说明，因为那法律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是仅供参考，因为行政作业程序并没有这一关。有看过那个每一个条文是需要经过部落的调查的，我们看过这个条文。可能这个部分要再跟教授另外请教哈。就我认知的一个作业程序上，还没有这一块啊，就是三个步骤。就是房事、审议跟做成公告程序、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为什么造成很多的所有权人或是管理人在审议的前天晚上就叫怪手去把它拆掉这样的一个憾事因为文字法里面并没有规定就是说审议的通过必须所有权人同意而是邀请到现场说明这是一个价值观是在目前是纷争的状态但是我要讲的是公部门公务人员的依法行政的立场是从那60分开始建立起那我们会往上来增加把那个细腻度跟他的所谓的被接受程度做得更好那是可以来做一个改善的另外就是说刚才有位老师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政府机关是有钱又傲慢其实以屏东县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农业县份如果大家记得《远见》杂志说有6个县市已经是叫掉点低了哈，那有一个县内已经到弥留状态。其实屏东的财政其实就其中掉6个之中一个。那怎么还有钱可以补助让类似的这样的费用？其实很难得。但是我们去细看一下这些钱哪里来的？这些补助款都是文化部当时文件会出的钱，我们只是专属在初审那一部分做一个会诊。还不是屏东县政府自己有裁员能够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想前些年的话就知道整个县政财政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透过不同的管道，尽可能去为我们的文化传承跟保存工作去争取相关的经费，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啊，所以这种旁贷。所以这部分的话绝对不是傲慢。我想我们跟部落是站在同一体的，只要他们提了任何补助作业计划。依照这种机关的权责，一定要初审，不然到文化部去做复审的时候，他们会针对他们的补助作业原则去做把关。因为有些人是也并不是大家都有讲，因为它是一个竞争。你提的计划的内容如果不符合实际所需跟特别有价值，会被补助感核定吗？不会。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要再说明。那第三项是有关审议委组成的方式。审议委员会组成，文化部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组织作业准则，它是一个法令。那我们这任何县市政府在组成审议委员会，它的委员的聘任都有一个法定的规定，至少2/3是相关的专家学者在学界在他专门的领域上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这样的名单去勾选。那他至少有我记得是有十照片的话有17位。那每次出席不得低于2/3外聘委员，那当然就是出席是至少要一半哈，半数以上。那外聘委员不得低于2/3。那我想既然聘任他当我们的文资委员，这种机关就有相当的信赖程度，信任他是有这样资格能力，不应该后头任何的会议再去说他不具资格。我想这在整个信赖原则上是不符合的。那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公告程序。一个程序的一个不适当性，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这样比喻了哈，任何申请案，你是跟公务员申请案子，那我何可你的，我会通知甲单位、乙单位吗？我当然是直接告诉你，直接发纸本，或是如果他是公告程序要的话，我会在政府的任何的一个像政府财政这件事政府公告的刊物，或是他的系统上。在他的规定期间内就要去公告，
那后续去报备文化部上级中央主管机关，这程序都要完成，而且这些事情都还有最终时效。哦，所以我想最基本的公务的程序我们都会去满足它，所以这个不用质疑。如果说能够还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们愿意来跟部落来协调，让它做得更完美，让大家能够在教师处更满足。另外就是说补助款的一个发放原则，刚才提炼到我一直感觉应该不这么跟不要这么讲，文化部在他有限的经费下，以中央部会的一个经费拮据情况下，还愿意的一起支持，一直支持无形化资产的经费来做，不管是五年级也好，或是各项的无形文化资产的活动推广，其实他非常的用心。那县政府在这么拮据情况下，当然也不放弃争取任何的资源来挹注，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他要定一个补助原则，情况总是经费有限。所以他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县政府无形化资产一个案子，就是上限有一个额度，不管你是五个、三个、两个，反正就最高就那额度去分。那我们县政府就统合整个补助作业计划来审核，然后看它的去明确性，然后再做去转报这样子。所以补助款并不是可以无限上岗或是任何的说好像有钱又有势就会怎样我想不会是这样子。另外就是刚才有提到那个表格，这表格的话，其实我们会要求承办同仁，因为承办同仁对他的能力当然够不上相，是因为会每个委员的专业，但基本的每个表格，这表格是文化部通用的，就是各县市政府在通报的使用表格是一致的。那这个表格给希望能够去登录的，不管是团体或个人。因为他第三者也可以来通报嘛，就是提报的程序。那进入审议程序的时候，这样基本资料被填写。我说基本资料不一定是很详实，因为详实没有标准。那只要把这个大约大概的一个内容告诉我们之后，有一些不明不白，我们当然去求证，让县刊的委员有一个更明了的现况一个了解，他会去做一个初步 study， 就是去搜寻相关的资料程序现刊。那也就是说，这个资料的一个表格的方式，如果我们中央学者认为这表格不好的话，我想可以大概转达，好像文化部在各个讨论会议上哈，是再去检讨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填写方式，其实这可以讨论空间。那另外就是那个刚才有一句话哈，我有点觉得不是很认同，因为团体来申请登录，不是政府机关去强迫他登录。哦，刚才傅老师有提到说，好像强迫这些团体来登录，我想这个用字哈有点对我们的公部门其实有点不是很适当啊，因为政府部门是一个受理单位，并不是强迫的。现在是民主政治时代哈，没有任何团队会接受强迫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我们政府机关还是会秉持着协助跟所谓的辅导的方式来做帮助。那如果这过程当中在整个作业程序有哪些做的并不是很细腻的话，我想我们都很愿意来跟我们的社长沟通。那我想我们学界这边有很多的大，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的很多的中央学者，在大学的任职教授或是在实际操作上很多经验的学者，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人力资源群。我们的审议委员会的资料库最多都是从他们来揽的。那虽然分别流散在各县市政府那么多的单位上，不过我们很感谢，就是这么长期以来有他们的帮忙跟协助。那我想各个提供意见的部分，我们会谨记下来，然后回去转知，那并且在尽可能的范围下来做一个修正跟检讨。以上，谢谢。谢谢。我只要讲一句话，刚才最主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那个文资法里面有四行细则，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些那个一条条条文哈，可是我记得我以前有特别去念过啊。那其实对于就是说登录的时候，我也是说可能某一些，我刚刚并不是说强迫一定要登录，而是说我说那可以留白，当你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那一栏保存团体你可以留白哦，也许你们的工作人员是
就是好心说你把它填起来，而且填的人必须是不止个人，而必须是个团体。所以当这种过程有一后来最后引起争议啊，譬如说Giving团体他们有争议，他跟你们反映了，就是表示这个部分保存团体的部分是一个有争议的部分。其实那个文字法的事情记者里也有重审的一些规则，我相信你是公务人员，就是说非常去注重这些一条条条文。麻烦我们以后找一个时间，大家再仔细看看那个条文，在重审的这部分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而且我记得那条文里面有说，这些审查委员、评审委员，他一定要经过一个去访查，哦，甚至去部落这样子，甚至公听会，也许不是那么正式公听会，但是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访查程序，才能够让这些登录能够合理。所以我希望这个整个如果发生争议的时候，你们有一个能够按照程序的一个校正的程序，这样子。对，这个关于当时因其发生的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我相信会是很深入的，因为那是我们是我特地说一定是很深入，我特意这个哦，这审查人员下村哦去调查什么都没有，而且地方上是有的时候又实际校正的，所以原因其实就是这样。我在做活活示范是同样的一种心理，所以造成一定那时候揭发的时候很造成哈，造成一定的不满啊，造成社区哦变成恐慌啊，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要检讨怎么个检讨法哈，就有看你们现在哦是这个状况怎么解决。不好意思，我刚回应一下那个一姐的部分。刚刚他有讲到那个祭文的部分。刚我有说过，古楼村的头目家族基本上是本是同根生，所以呢，在那个祭文的部分，其实它不是没有犯灵禁忌的，都是我们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说，除非他不承认，我们传说历史就是在祭文上面的，尤其是在传说历史部分。在我们的这些历史，除非他不承认，那希望他可以更改他的经文，不要把 giving 的字眼放在里面。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行政依法行政的部分，其实蛮硬的啦。那我会希望说，部落的事由部落自己来解决。那如果说真的是要依法行政这样子的部分的话，我希望他可以由下而上。那就有点像是那个部落总体营造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是由下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用我们部落的方式去做保存，去做记录。当然我们一定会有缺乏，就像玩文字游戏，我们甚至来你可以看到我们不太说话的，因为我们不太懂得那些文字的部分。那就也希望说政府的益助不单单是经费，那希望它也是一个辅导的单位。刚刚那个副处长也说过了，希望它是一个辅导的单位，而这些单位它是就像刚刚大家的争议一样，是它是被它的资格是符合的吼，希望就是不要用很强硬的方式去介入部落的事情，这样子造成部落大家的一个很不愉快的部分。那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部落会议的部分。其实在我的部落里面，在我的部落会议，其实它的功能应该是说应该是零吧。我们很少在开会，因为都是几乎都是透过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会议，还有就是我们的村的那个村民会议这样子去做讨论的。所以呢不刚刚当时这个部分，因为我会觉得我会想到的是村长代表还有部落会议的主席，这些都是我们民选出来的人。那是不是当我们赋予重任、赋予期待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可以很重力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不管你原来像现在我们的村长，人家都说他是低龄的，可是他很努力的希望他自己是很重力的一个人。那不管每一个我们选举的这些人，希望他们是为了部落的发展而很重力的去面对、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而不是很自私的把很多的事情，因为权力的斗争，因为很多的很自私的念头，让部落纷纷扰扰，这样子文化传承怎么去传承下去呢？让我们排湾族原来很美好的那个互助合作，还有我们那个轮工的精神，就变成是传说故事了。那我会希望，这样的不是传说故事，而是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会是我
我们下一代，我们甚至子子孙孙，他继续在使用，再继续把这样的一个互助合作，这样的彼此关心，能够继续的一直都做下去。那我想在场刚刚有些朋友提的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了，也许我们之后他们应该也是要赶高铁的哈，那也许另外看 FB 啊什么的再继续联络。那今天他们中午差不多中午时间到，那副处长是刚不久前才到，很辛苦，那很不容易能够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在他们也在媒体上有不同有好几次的讨论，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呢，希望是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有往下面发展，更良好发展，可以往下走这一步哈。那另外就是今年的马洛克中午年纪是在10月21号到25号，那有一些时间是开放的，应该有一些是外面可以去参与，可以了解更了解实际上这个仪式在地方上的对台湾族整个台湾族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家族的跟同母家系的这个关系哈。那我想最后还是要替我们人民会哈这边再跟申冤一下。其实人民会他对于我们人民的文化保存其实非常用心。我们在当时就认为说，只有一个团体代表一个五年级的话，其实除了刚才产生的这样纷争之外，我们要当然去查其他县市政府登录情况。像台东的费鱼记，他一个乡登录了7个保存团体，用一个相同的民俗的名称。那我们也这样的案例的话，后来有跟文化部做讨论，就是整个审议程序上的一个方式。那后来也得到正面回应，就是其实五年纪一样名称，它保存团体可以好几个，不限定就是说不可以only one没有，就是它一样可以用五年纪的这样一个民俗名称，那只要它后端的这个程序或是它文化价值的判定跟它操作的人力，像是一个家族头目有祭师啊，有它活动的场域，那过这样的条件其实就构成基本的年纪的一个操作方式，那他可以来申请审议的一个程序，那这是不用质疑的。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新成立的另一个家族哈，他如果已经成立文化协会，也可以依照这个程序来提案啊。另外中部主委啊，刚才提到就是说把8个部落形成一个共同窗口来申请一个国家级的重要保存团体，其实它是一个三 D 啊，对，因为分散的话，每个都小点的波动，我不晓得10个火柴盒一起亮的话会比较火炬大，还是每个火柴一起打亮会比较亮壮大，就是它是站在一个活动推广的面向，希望整个我们鼓楼从最原始的旧鼓楼衍生下来的这些族人，能够有这样的远大的理想，让这样的文化传承能做得更大，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做的，并不是说他不晓得整个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故事的发展的一个内涵，所以我想站在县政府的角度，我们除了希望就是说非常欢迎，也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保存团体来申请登录之外，那我们在机会上也会持续的去做一个申请跟支持，谢谢。陈部长，你这个话我实在太不认同。时代的潮流是节约，你这样做，大家都是要各办的话，是不是整个社会都影响到我们年轻的事业学业？是不是一年四季都要办那个把这方叫好，都不用读书了嘛，也不用赚钱了嘛？因为我们这边有6家这个协会嘛，哇，6家协会如果都全部通过的话，我是假如说了，那整个村庄都不用工作了嘛，也不用读书了嘛？这个是时代，这个是政府所推行的一个节约吗？所以你这样鼓励是，我觉得是不认同。应该怎么样大家辅助在这个社会上才对呀？怎么样大家融合，把那个这种东西能够解说，对不对？才对呀、啊。但每个学生孩子
有空间去读书，爸爸妈妈有空间去赚钱给孩子读书才对啊。我真的不太认同。我一直觉得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其实他们有讲的五年级就是同一个五年级嘛，所以你将每一个团体去登记一个，然后你又给他又变成有，比如说五件给你申请，都是写五那个鼓楼的嘛，那个五年级，然后你每一个都给他统一，每一个都是保存团体，到时候你补助的款是要拨给五个团体，结果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嘛。所以我刚才的意思说，你原来登录的时候只写某一个团体，那是可能是一个当初的一个审议上的一个失误，那他们现在已经跟你提出来了，那你就把这保存团体经过一个重审的方式哦，可以把他们都登录上去，然后他们由内部自己去协调，以后他们怎么来办五年级，就最简单的方式，而不是每一个团体都跟你去提案子。我想这个问题哈，因为可能曾副处长他的立场可能因为已经确定是就那个单位是已经核准了，那你想更改可能在他的立场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比如求法律上的部分，我们先透过法律上的来推翻。我的建议是这样，绝对是有那条文里面有。如果说可以的话，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用法律上来去，对，有没有任何的补救措施了？对，救济措施。要重审的审。他们这个怎么样去把它处理好？对对，就是重审嘛。就这样嘛。提出异议给你们重审，就重审一遍就好了，并不是说你们审后的就是一个审计不能改嘛，就是这样子。我想刚才跟各位说明了哈，有动物具有配置，那是一个办法哈。那法律既有明文规定，但有它的程序。啊，只要依照这个程序，我们当然受理。啊，那废止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啊，那当然如果有人发动的话，我们依照程序来处理而已。我想那个副处长这边明显他并不熟悉或并不鼓励往这个救济这边补救办法来想，而是回到比较明文的登记跟废止。那废止，因为里面有一个补救重审的规定，再来研究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难得就是大家能够留的比我们预计时间长了半个多小时哈，那每一个人的高铁都已经耽误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录影会在 YouTube 放出来，应该希望各位都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有些后面的问答是蛮吴老师加入就变得更聚焦，我们会把它变成努力把它变成文字稿，折要做文字稿，然后看可能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在那个台大圆明中心的网页上，那大家可以继续从这边来补充或者继续讨论，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来往上面走。那最后是老人家还有几句话要补充跟要提醒我们去马洛克的有什么禁忌。耽误各位大概两分半的时间哈，那么欢迎各位哈、就在我们今年的10月21号开始能够莅临鼓楼村来看好戏。其实这个是我们鼓楼的这个最典型的一个祭典呐、那有的不知道的哈，会抱着看好戏的心理，事实上不是哦。那个祭典啊，那个禁忌哦，那第一条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家庭成员里面，如果说有怀孕的妇女的话哦，你家庭里面的所有成员之一哦，都不可以参与你可以远观，但是你不可以实际参与这个祭仪哈。好，这是第一点。阿拉是跟我上五山，阿叔要抱着个多少宝袋，那不要给他洗了。
我就我刚才我们要，我说那高的高，这上高带的，不要把学时间多少。还有你这是第二条嘛？如果说你家庭里面有生过双胞胎的不管是龙凤胎也好，反正是双胞的话都不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记忆。我是跟我三姐论，我说这妈妈跟我姑，你说这都不管你学的啥，你跟这说这个叫这妈妈姑，我就叫你弄不个这妈姑，你说这阿叫你阿叫你这么热度大，你敢弄不个这妈姑，你干嘛呀？妈妈姑娘过呀，我今儿不不到家妈姑娘过呀，我哩也是想到这么点事啊。如果是说你对到这啊，就来就来，你干什么说这个不妈妈到呀？啊，就来就来，等到这妈妈姑娘这妈姑妈过。啊，第三条是烟祭烟火，就是你不管你是这个持祭杆的，或者是你在那边参观的话，你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有香烟嘛，当然更不可能抽烟的啊。阿爸那时候呢，没把这阿叔把啥把啥的话，那阿爸妈就在哭。阿爸那时候把啥，那新把钱嘛嘛，阿爸那时候没把多那个呀，阿家哎，这个叫我那毛西他们他妈的努力努力，现在他们讲我多那个呀，家干了苦在那，阿爸那不是把家别人别人家做事给都说。事实上这边的禁忌哦，他这边是列了十条哈、哦，但是刚刚所讲的那三条是绝对要禁止的哈、哦。那我们到。如果说各位到会场到祭话，和我们这个禁忌哦，也会发给各位参考，那绝对不能犯忌哈，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哦就到这里，之后就欢迎大家可能过几天看一下我们的网页，可以看一下这个座谈会的记录。谢谢各位，也谢谢我们几位屏东远来的访客哈，我们赶快去赶车。